Let me remove your whole sky. You know, to those screen sharing. Okay. Hey, 大家好啊, 我就想著 兩分鐘後 就開始, 咁就,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use Cantonese, okay? And mainly f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這個 session 呢, 我們最主要就會用廣東話的, 最主要就會講, 和班學生和老師呢, 就講的, 今天來不到的, 老師和學生呢，大家可以上網，遲些我們share翻嘅。因為嗱，我哋個聲線OK啊，好。咁呢個PowerPoint呢，我哋都會share翻我今日有present嗰啲嘢呢，就send翻俾就算今日嚟唔到嘅同學或者老師，中學、小學我哋會send出嚟嘅。咁大家mute咗先。 咁一陣間完咗之後呢，我講大概都係15至20分鐘啦。講完之後呢，大家就可以舉手發問問題，如果有問題，OK？ 係啦，咁我哋都會錄低今日呢個 session 嘅。好，我哋1603開始啊。 好，大家好啊！咁我係Alex， 就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會長。咁就今日咧，我哋最主要就講翻一個簡單嘅 briefing， 就講翻2023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生創新獎2023年嘅。咁其實呢個獎項咧，其實今年應該都第17年啦。咁就大家即係亦都知道，我哋會有唔同學生嘅組別。今日主力我哋會講小學組。 同埋中學組嘅，OK， 咁大家見到呢，就誒，就算疫情期間啦，我哋都個頒獎禮呢，我哋都會如常進行嘅。咁今年呢，我哋嘅頒獎禮就會11月喺灣會展度做頒獎禮，朝頭早呢就會學生獎頒獎禮，夜晚呢就所有獎項呢，如果贏到金銀銅嘅學生呢，都會被邀請去夜晚。 就係陳茂波司長主持一個晚宴嘅，係啦，咁啊，咁我哋其實呢，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最新嘅情況啦，可以去返我哋嘅 Facebook， Connect 嘅 Facebook， 電話號碼查詢啦，見到啦，因為 poster 大家應該清楚見到嘅，咁其實我哋報名呢，就4月20號開始咗啦，咁而呢，小學、中學組或者其實所有學生獎呢，今年我哋嘅 deadline 呢，就7月5號嘅，同其他 ICT Award 呢。 嘅其他7個獎項係有啲唔同，我哋騰遲1個星期嘅。
咁所以咧喺7月5日11:59:59之前咧，我哋都收嘅。OK， 咁啊留意呢樣嘢啦。頒獎禮11月8日，頭先講咗一次啦。朝頭早我哋就會頒學生獎嘅，係啦，大概係午飯前啦，喺會展啦。咁夜晚嘅時間咧就會會展就會有一個啊，即係頒獎禮。頭先講學生頒獎禮朝頭早個咧。我哋其實就金銀銅同埋呢個優異證書啦，包括老師啊、家長啊、學生、校長，我哋都好歡迎，無任歡迎參與嘅。夜晚咧個就係陳茂波司長主禮嘅晚宴咧，同埋頒獎禮咧，就主要俾啲學生攞咗金銀銅獎嘅，咁佢咧就會被邀請啦，亦都係免費啊，學即係贏咗嘅學生免費參與。嗰、那個晚宴嘅，好啦，咁我哋咧其實亦都好多唔同嘅贊助機構啦、支持機構啦嚇，變咗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報名咧，就可以呼翻呢一個二維碼，或者上翻我哋嘅網站就可以見到噶啦。咁我哋嘅會咧，協會咧其實就成立咗，而家應該準備第11年啦。咁就我哋最主要就希望提供俾年輕人多啲一啲比賽啦、服務啦、做多啲即係科技方面嘅。的發展，那我們的協會呢很簡介，我們在文匯報已經寫了第7年還是差不多第8年呢，就是一個每兩個星期呢就關於科技 的教學一次的 column 的、okay? 大家請瞄了個麥克風，是的，就跟著呢就是到我們都有時會是會被不同的電視節目啦電台節目咧就訪問學校講 talk 啦，啱啱其實我都代表咗協會咧就去咗林文灿英文小學就講咗個 talk。咁如果老師啦、校長啦、家長我哋家長會有興趣咧，可以直接咧就揾我哋咧，我哋都好歡迎去講 talk 嘅。當然啦，講呢個比賽同學生講，我哋好歡迎。但係跟住嚟緊7、8月或者9月有興趣講關於科技嘅，我哋都無人歡迎嘅。啊，請聯絡我哋四組。今日我哋主要讲小学组、中学组，咁大家好重要留意一样嘢就系以前咧，小学组大家明嘅小学啦，咁中学咧以前有初中组、高中组，今年合翻埋得一组叫中学组，咁啦，所有老师、学生都会谂到个问题，咁乜嘢为之嗰个年度学生啦？我哋就计今年，例如小学，而家你6年班学生，咁就6年班学生。因为咧，去到11月嘅时候咧，可能你呢个中一系第一间学校嘅，系唔重要，因为嗰时已经系颁奖礼啦。咁我哋咧个比赛咧，尽量会喺7月，今年7月啦尾啦或以前咧，就应该会进行晒所有嘅比赛嘅，系啦。咁如果老师咧，你个大队方面会有跨年级跨班嘅问题，有其实有同学有老师打嚟问，如果系跨学校得唔得咧？系可以嘅，但唔好跨组别。即例如两个小学生或者3个小学生，他有兴趣班而认识了参加小学组是可以的。但是中学组也是，如果两家学校或者3个学校参加都可以，总之每一组的人数是1至4个人。OK， 就是这样了。好了，那跟着就其实最主要呢，我们就参加比赛有什么好处？那这里呢我们都会迟点译回中文版啦，那就其实增加科技的兴趣啦。同埋改善翻咧，大家嗰個科技嘅 skill。咁其實記住呢個係 ICT 啊 ，Watch 啊，香港政府資訊辦公室舉辦。咁所以一定要 ICT 元素，即係 IT 啦，或者 communication 嘅元素，即係咧，即係不論係電信有關啦，或者係一啲電腦科技啦有關嘅嘢。完全同 ICT 冇關嘅咧，就係唔得嘅。咁但係問題咧，去到呢個年代，我諗我都好難列出嘅例子同 ICT 冇關嘅嚇，包括而家去到例如殯儀業啦，或者其他耕種啊，我哋都好多地方用到 ICT 噶啦。咁比賽咧，第三個好處咧，令到咧即係提高嗰個叫做problem solving 嘅。即係大家可以解難啦嚇，咁亦都其實我哋見到啲學生參與嘅時候咧，佢哋亦都由於要解決一個問題嘅時候，佢哋可能要自己上網啦，或者去揾老師啦、揾同學啦，或者去圖書館啦，去揾多啲資料去解決問題，亦都可以 expand 個 social circle， 因為咧我哋喺頒獎禮嘅時候咧，同學同同學之間咧，亦都可以有啲交流認識，老師學生
比老師和老師之間都是可以的。咁第五點咧，就可以增加嗰、那個信心，因為其實咧，我哋成個比賽咧，都係喺我哋有兩彎嘅嘅評審啦。評審就會我哋有唔同嘅專 ICT 專業嘅評審。評審咧就會同學仔咧就要喺評審面前咧就要勇敢地要準備好去作出一個演示，講翻佢個計劃乜嘢。評判會根據翻佢交嘅資料，再加埋評當時問答嘅時間去評分嘅。咁啊，亦都有啲同學老師都問，咁啊，如果我哋有兩彎嘅時候，啲分數會唔會大落下彎？係唔會嘅，即係話，如果你入到我哋嘅準決賽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啦，如果老師、學生、家長而家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嘅準決賽咧應該係7月16日嗰日舉行。咁但係時間地點將會，如果入咗圍就會通知啦。咁我哋亦都會喺sorry 啊，我講錯咗啊，係應該係7月23日 ，OK， 7月23日全日舉行嘅。咁而總決賽咧就7月30日晏晝。咁所有被參加嘅人咧，即係入圍嘅人咧，我哋會個別通知。咁亦都留意咧，就係話我哋需要親身去做演示嘅。今年因為疫情就比較退卻啦，我哋就係需要大家係現場去演示。咁所以咧，如果入咗圍嘅23日或者30日，咁啊需要出席。咁亦都係其實啦，都有同學問或者老師問啦，全隊同學咪都要出現曬。當然啦，你全隊同學有4人、3人，梗係盡力都要出現啦。評判都會因為呢一樣嘢會影響個分數。咁但係如果當然啦，你有啲特別原因啦，咁亦都係可以嘅。最少有1-2同學去做演示就 OK， 但係咧呢、這個亦都可能會影響咗少少分數嘅。好啦，跟住咧亦都會 enhance 到嗰、那個學業成績啦，因為其實學業成績咧就因為你要做多啲睇多啲 research 啦，多啲分析啦，咁你可能嘅編程能力啊，其他咧會提高啦，亦都可以增加咧學校同嘅嗰個參與性，因為我哋其實參與咗呢個比賽之後咧，我哋亦都會提名佢第啲比賽，第啲比賽亦都可能有啲獎學金啊嗰啲嘢嘅。咁我哋其實咧每一個參與嘅同學咧，學生獎入邊嘅每一位同學，我哋都有參與證書，就係我哋個協會發出嚟嘅參與證書。咁啊，除咗嗱金銀銅獎就每一個每一個組別，即係小學組、中學組各自有金銀銅，同埋咧大概有2-3呢個叫做 Certificate of Merit。咁但係其他所有同學咧都會有張參與證書。咁啊，亦都方便大家咧做嗰、那個profile 啦，我哋咧就電子 send 俾你哋嘅啊個參與證書就係、是。咁亦都咧仲有好處就係話其實咧小學同學或者中學同學咧有啲機會可以接觸到我哋行業嘅專家啦。咁其實咧，我哋啲行業專家咧都發覺就係其實呢個好處，亦都知道而家同學可以做到咩程度，咁亦都可以保障翻大家。即係話，例如到時啊，原來有一件嘢係做得幾好嘅，咁啊會唔會申請一啲例如專利啊，或者係啲嘢啦？咁就我哋就會去同大家去研究下。咁其實咧，我最近搞啲比賽咧，都有啲行業專家咧就問翻可唔可以邀請翻一家學校去做一啲科技嘅科創嘅一齊去做一啲計劃嘅，咁啊，所以都見到個好處，咁亦都咧可以改善一個創新嘅 skill 啦。咁其實亦都會喺嗰個創新思維啦、編程啦，咁都會提高嘅。咁亦都咧，其實咧就增加咗個 employability 啦。咁當然啦，你話小學生咁中學生咁未即刻出嚟做嘢嘅，咁但係咧有張證書啦，咁亦都其實佢亦都有機會已經早期嘅接觸咗一啲行業專家咧，咁將來亦都有好處。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我哋曾經有啲得獎者咧，佢都有機會去到以色列或者第二啲國家啦，參與比賽啦，奧地利參與比賽之外，亦都有啲大學咧係提早邀請佢哋入學嘅。咁啊，都見到我哋依個比賽嗰、那個好處啊，原來有中文版嘅，咁大家 send 俾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嘅總評判啦，咁我哋就會包括咗大家見到啦，而家畫面上面嘅 Professor Chin 啦、Professor Chan 啦、
咁就都係啲 ICT 行業嘅專家啦。阿 Mark Mac 就係呢個機械人啦 ，Reborn 公司啦，亦都仲有阿金校長就係 HKACE 嘅副會長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其他阿 Leo 啦、Whitman 啦。啊，咁同埋 Popo 啦，同埋啲啊 Gavin 就係政府諮詢辦公室派出嚟嘅代表，咁亦都有啊 Eric Yang 啦，就係個 SCC Smart City 嘅創辦人，亦都有 Professor King Lai 啦，同啊 Doctor Wen 啦，咁都係 EMBA 城市大學嘅 Adjunct Professor， 咁大家咧就會喺唔同嘅地方去做嘅，係啦，咁就。其實評判咧，嗰啲係叫做最後關鍵評判，即係話咧，頭先如果大家記得就係7月30號，我哋會 final judging。咁7月23號或以前咧，我哋會又會做一啲網上評審啦，同埋23號喺準決賽嘅時候咧，就係面對面評審嘅。咁咧，其實咧，我哋咧大概而家有58至59個啊評判啊，咁就呢啲就係佢哋嘅名字啦。咁啊，好啦，評審標準就有五方面嘅，咁啊唔同嘅。組別有不同 的評分標準，咁都係關於翻創意啦，喺翻個 ICT 方面啦，仲有就係嗰個 market 嘅 potential 啦 ，performance 啦，咁啊 internal 嘅 user buy-in 同埋 public acceptance 啦，即係話都係有冇一個市場嘅潛力啦，功能啦，咁有啲同學。老師都問過我哋一個問題，其實 ICT 入波需唔需要做個製成品咧？咁其實咧喺我哋嘅經驗見到咧，其實呢幾年得獎嗰啲多數都係製成品嘅。咁當然啦，製成品你點樣俾到評判可以早期可以見到個製成品啦？如果你淨係一個PPT 咧，咁啊未必會清楚啦，或者啲文字嘅話，咁所以我好提議大家拍一段短片，短片亦都真係短片，冇咁長，大概2至3分鐘。就可能咧就講解一下你嗰個創意發明嘅嘢，咁變咗咧，大家會評分嘅時候就容易評分。咁呢個亦都係個小 tips， 因為其實因為我哋個比賽個數字咧，參與數字都唔少，咁評判咧就如果睇片咧，佢哋可能嗰個容易啲會明咗個計劃，比分容易啲。咁啊，亦都除咗功能之外，就會睇翻個 benefits and impact 啦，咁就係對個社會有冇用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創作一啲嘢出嚟。可能同個社會未必有用啦。好啦，咁啊，除咗功能之外，頭先講 quality 啦 ，quality 就係個品質。個品質係點樣咧？就係話，頭先講啦，如果你整個發明出嚟，已經整咗一件嘢出嚟，甚至市面用緊嘅，有人用緊嘅，咁啊更加個品質嘅高啦。咁你諗下啦，其實例如我哋都見到有啲發明，好多時就去啲叫做例如幫啲老人家啊，即係去做一啲復康嘅服務。咁其實你真係揾真老人家啦。咁我哋都見過好多時啲同學就係、其實嗰件發明係可以用得嘅，但係你真係揾啲真老人家，真老人家邊度揾啊？屋企有啦，啊長者啊，或者喺老人院啦，啊老人之家啦，咁都可以揾到佢哋啦。咁另外一個例子就話，如果佢哋係幫助其他嘅。學生的他可能找學生去試驗一下啦，即是真人試驗過多少個真人試驗過啦，越多真的 case 其實呢就會證明出個品質是越好 的例如我 舉個例子，我們試過有些給寵物用的，他就真的給假的寵物狗，當然是可以的，但是為什麼你不找真的狗或者真的貓去試驗一下你這個發明呢？可能會就令到評判更加就會更加會容易明白同埋睇到個品質。好，咁頭先講到啦，咁小學組咧就會係同埋中學組，其實咧你會見到有少少唔同嘅。中學組就會嗰個 quality 啦，就會佔多啲嘅。咁即係話小學組如果係一個比較初期少少，同埋一啲未係咁成品咧，都仍然係 OK 嘅。所以大家留意翻呢個評分標準，咁評判會跟翻你評分標準，我哋會計翻分。咁亦都其實咧，每個評判團咧，喺每一次見學生或者就算網上嘅時候咧，佢哋咧網上學生就唔需要答問題噶。咁其實佢比分嘅時候咧，亦都會我哋會進行一個叫 normalization， 即係會拉分嘅。咁會將啲評判嘅分數咧拉完分之後先加翻埋一齊，咁啊先決定入下彎嘅。係啦，考個關嘅。好，
咁呢兩呢一版咧就俾評判睇嘅，咁要同大家講啦。咁啊最主要就提一評判要小心點樣啦，同埋成個比賽過程咧，記住係唔可以影相。老師、家長、其他人，除咗參賽者之外咧，係唔可以入場嘅。OK， 咁佢當然可以帶佢哋去啦，咁但係又唔可以入場嘅一齊參與。咁啊，亦都呢個係 ICTA Work 嘅標準，同埋咧佢亦都唔可以錄影，唔可以錄音，亦都唔可以咧拍攝任何嘢擺上去任何社交媒體嘅。咁你話咁到幾時得咧？咁當然啦，頒獎禮就非常之歡迎大家拍多啲相啦，整多啲照片上去嘅。咁咧，我講到呢度咧，其實就去到最後一版啦。大家淨係最緊要留意就係截止日期，就係7月5日，就是、凌晨。夜晚的23点，即是11点59分59秒。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小贴士，虽然呢我们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5日，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早一点交呢，我们也会早一点呢就做一个即是可以帮你排定的数字啊，还有要看看你们会交齐那些需要交的东西。因为有时呢你交的人的交的东西过来我们开不到的话呢，那你到时我们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提大家不需要報名截止的交的，而家都交得的了。 OK， 是的。还有呢记住提返啲老师啦，其实学生的名呢，如果一队有四个名，刚才讲是可以跨学校的，但是简单一点，通常都不跨学校，同一间学校学生名和学校名记住不要报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整证书的时候呢，这几年都发觉其实第一刻你报错名呢，我们其实由头到尾的记录都是错的，那变成去到最尾整证书就整错了，我们就比较由个程序上又多了，所以大家入名的时候呢得清楚一点。同埋呢尽量呢即是入多少少，就是说当通常因为小学组中学组都会老师报名为主，那你们呢就电邮地址啦，手提电话啦，或者俾多个手提电话啦，俾多啲学校电话我哋。因为呢有时呢就係啱啱就係去到发生咩事呢，出年颁奖礼啦。咁可能老师咁啱转咗校，或者个同学可能佢转咗校，甚至移咗民，或者去大家校读书就搵唔到啊，我哋就都遇过啲情形嘅。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就做呢一方面留意一下啦。OK， 咁留意颁奖日期啦，就11月8号嘅。朝头早嘅学生奖颁奖，夜晚咧就会系呢、这个头先讲嗰个晚宴啦，系啦。咁而家咧我就如果大家有问题嘅话咧，可以virtually 举个手，跟住咧就开麦嘅讲啦，系啦。咁我哋咧就仲有8分钟到嘅时间，如果冇咧，大家我哋今日呢、这个比赛嘅 briefing 小学组、中学组就圆满结束。大家有冇问题？我睇唔到举手，我系咪唔好 share 先 ？Stop share。好，大家有冇问题？如果一系就打字又得，或者开咪问就得噶啦。好，俾多2分钟大家，暂时都未有问题啊。咁金银铜奖咧，我哋就会系一个有个奖杯啦。咁呢个奖杯就系、是有个地球咁样嘅。咁而咧，仲有就係呢、这個證書啦，即係呢個叫做優異證書咧，就係紙嚟嘅。咁而我哋參與證書咧，全部係電子版本，就每人一張。咁亦都咧，其實咧，如果係參加中學組同小學組，每間學校超過50隊咧，50隊咧，我哋就會俾一個叫做最積極參與獎俾學校。咁到時都會邀請。首月八号朝头早咧，邀请校长啦、老师咧，就会嚟攞呢个奖项嘅，系啦，朝头早。
OK， 大家有冇問題 ？OK， 冇問題，我哋就完呢個 session 啦，好冇 ？OK， 拜拜，多謝大家出席。